大家好，欢迎观看喜妹科技。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 BOGO 最新发布的 BOGO X3 GT。那一说到 BOGO 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BOGO 一直来都是盘龄精，那这次当然也一样。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BOGO X3 GT 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怎样的体验。首先，我们来说说 X3 GT 的设计以及手感。我现在手上的这只就是黑色，黑色版本的背盖采用了镜面型。黑灰色的渐变色让颜色整体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没那么沉闷。最惊喜的是在灯光或阳光下还可以看到小小的冰冰，很像布满星星的夜晚。只是比较可惜的是这款镜面设计很容易沾指纹，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指纹的强迫症的话，那我建议你们搭配一个手机壳。此外 X3GT 的屏幕中间有个挖孔，这挖孔虽然不小，不过我觉得对比屏幕的大小，这个挖孔并不太影响视觉的效果。对了， X3GT 还备有双立体扬声器，大大的提升了整体音质的饱满度。对喜欢开音响看戏打听歌的朋友来说，绝对是一种享受。顺便提醒一下， X3GT 没有耳机孔，不过 BOGO 有很贴心的提供了一个转接线。另外， X3GT 虽然搭载了5000毫安的电池，但是厚度依然拿捏得刚刚好，单手握着的手感还蛮舒服的。除此之外， X3GT 也支援侧边指纹解锁，非常快速的解锁，速度快的拿着手机走路的时候也突然帮我解锁了。Next， 我们一起来看看 X3GT 的屏幕。 X3GT 搭载了 6.6 寸 1080p 的 LCD 屏幕，支援 120Hz 的刷新率、 240Hz 的触控采样率，以及采用康宁大猩猩 Victus 玻璃制成，大大的可以保护手机的摔爆的几率。在这里有个比较重要的点一定要提示一下， X3GT 的屏幕亮度最高可达450nit， 我发现白天在室外的时候屏幕不够亮，眼睛会看得比较吃力。不过喜欢在黑暗里玩手机的朋友们，这部手机绝对非常适合你们啦。说完屏幕，我们来说说 X3GT 的性能。 X3GT 搭载了 Dimensity 1100 处理器，我手上的是高配版，内建 8GB RAM 以及 256GB UFS 3.1 快传输内存。在日常使用方面，说 Facebook、Instagram、开 YouTube 或者打开 APP 的速度都非常快，非常顺畅。 SIM 卡方面采用了双卡槽设计，不支援 Memory 卡扩充。值得一提的是， X3GT 使用最新的 MIUI 12.5， 可以防范被各种软件读取隐私，我觉得这点很不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游戏的体验。有了这个 Dimensity 1100 处理器的加持， Mobile Legends 王者荣耀在高清画质下也可以运行得非常流畅，加上超高的触控率，在游戏开大招的时候操作起来真的很赞。还有根据 BOGO 的官方宣传， X3GT 搭载了电竞级散热系统。当然啦，最近漏到都在加，所以那天我一打就不小心打了一个小时多，然后机身真的没有太热。好，我们现在来说说 X3GT 的相机。X3GT 搭载了主流的三镜头配置，分别是64MP 的主相机、8MP 的超广角镜头以及2MP 的微距镜头。另外 X3GT 搭载了16MP 的自拍摄像头。我们一起来看看 X3GT 拍出来的照片效果如何。我个人觉得 X3GT 的相机配置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大部分用户在日常的需求量。白天的效果，我个人觉得照片的细节都到位，颜色也非常真实，记录生活的用途也很不错，只要有光线的地方都可以拍到自然又真实的照片。至于夜拍的效果，噪点的掌控以及整体的亮度都属于可以接受的程度，非常适合喜欢拍摄真实场景的朋友。最后我们一起来说说 X3GT 的电池。 X3GT 搭载了5000毫安的电池，盒子里也配有一个 67W 快充的充电器。我觉得 X3GT 的充电速度非常快，3分钟内可以充 20%， 14分钟可以充 50% 到 100%， 只需要42分钟。经常忘记充电的朋友们这次不用担心了。好了，让我来总结一下我对 BOGO X3 的想法。那 BOGO X3 GT 呢，它是一个中端的手机，我觉得想要十全十美那是不可能的啦。但是呢，我觉得以中端价位呢可以体验到旗舰的性能，我依然觉得它是非常值得的，你们觉得呢？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观看，下期再见，拜。